Yeah. Terima kasih Saudara Frankie Wong, pengurusi majlis pada malam ini. Salam sejahtera diucapkan kepada Wadili, Adun Bagi Teratai, YB Saudari Lim Pek Ha, Adun Bagi Menglembu, veteran-veteran termasuk Saudara Ngan, Saudara Pang, Sang so you don't da. 因為點解我驚一陣嗰啲讀座嘅嘉賓走曬，原來梁順發仲有一個 lucky draw 係嘛？咁啊，你講完仲有 lucky draw， 因為點解？全部人都係嚟睇你㗎嘛，你一講完咪走曬咯，所以一定要宣佈先嘅，繼續。OK， 好多謝 Frankie Wong 同志、李英霞同志、林碧霞同志、梁順發同志、顏長興同志、志堅同志。各位職外營嘅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首先咧，同大家講一聲對唔住啦。頭先咧就比較晏咗嚟，唔係因為咩，因為休息已經係病咗兩日。其實晏晝我就想同梁順發講，可唔可以跳火入？唔可以過嚟，我已經過嚟職外營至少兩三百咗。不過梁順發講唔得啊，呢度至少80多100位啊，個個人都興致勃勃，要聽行動黨嘅演講，你一定愛嚟，咁冇辦法。 病，其實一路講一路扯起一路病，都係要過嚟啦。好多謝梁順發同志可以今晚做一個咁盛大嘅宴會，咁成功嘅宴會，大家俾個掌聲佢好唔好？當然，而家我哋每一個人，我哋每一個人都喺度經歷緊一個最大嘅政治危機，喺霹靂州一個最大嘅政治危機，喺呢個農曆新年過後爆發嘅一個政治危機。 就喺我哋嘅後任手上，那接敦拉薩，那接敦拉薩係嚟嘅霹靂州嘅第二日過後，就爆發咗3個議員、3個青蛙議員跳槽，跟住就造成咗呢個28對28，28個州議員民連，28個國陣議員，呢一個咁嘅僵持局面。但係國陣喺冇經過呢個手續之下，冇遵守過呢個法律之下，將本身宣誓成為州務大臣同埋行政議員，呢個當然。 我哋由第一日開始已經係喺度抗議緊，我哋由第一日開始已經喺度奮鬥緊。一個理由好簡單，我哋唔係打到輸穆罕默伊沙，要一定要做州務大臣。我哋亦都唔係危可汗、危可汗、曾福仔要做州行政議員。我哋唯一嘅係一樣，308大選人民俾我哋54%嘅支持，我哋一定要保住呢54%嘅支持。 唔重要，邊個做行政院有冇得做行政？你問曾福仔，佢對佢嚟講根本就唔重要。我哋要嘅就係人民揀出我哋做政府，我哋至少要做5年，做得好，做唔好，至少5年。5年後，我哋再同國陣一對一等人民再度選一次，呢個先至係真正嘅民主精神。唔係靠3隻青蛙跳一跳，3隻青蛙辭一辭職，靠控制法庭，靠控制反貪污局，靠控制警察，就可以成為呢個假政府。 我哋呢幾個月後嚟，自從農曆新年過嚟，我哋所面對嘅壓力，我哋所面對嘅挑戰，唔係你哋睇到咁簡單。我哋每一日，無論喺馬拉同胞嘅選區、華人同胞嘅選區，我哋好努力、好努力咁樣去做，去做呢個座談會，做呢個宴會，將我哋嘅信息傳達出去。我哋要嘅係人民要明白點解我哋到今時今日，我哋仲係堅持我哋本身嘅立場。 我哋要人民明白，就係佢哋，你哋本身嘅權益喺邊度？當然，好多人講，你哋，我哋每一晚咁樣去講，有時如果係得唔到你哋嘅支持，我哋係會比較冇開嗰種衝勁。但係自從二月6號，就所謂宣誓做呢個假州務大臣過後，我哋所做嘅每一場座談會，我哋所做嘅每一場活動，都得到霹靂州人民嘅支持。 我可以呢度想以對大家保證嘅就係，只要有你哋嘅支持，民聯會、交黨、公正黨、行動黨一定會繼續落去，直到佢哋解散州議會為止。一日州議會未解散，我哋一樣會繼續我哋嘅鬥爭，我哋一樣會繼續將我哋嘅信息傳出去。如果